12月14日，浪琴标香港国际赛事沙田马场，一个舞台只有一个王者。世界级嘅马坛盛事，2014年嘅压轴马坛重头戏，云集国际顶尖赛区，马主、骑师同埋练马师角逐世界草地王者嘅殊荣。而家只要用智能手机扫描分享赢巨奖问答游戏 QR code， 或登入路讯网 roadshow.hk， 答对任何一条问题的第18888位参加者，即可获取2014年最新平板电脑一部。同时每日仲会送出100张价值100元的美食礼券添。玩得越多，中奖机会越大。立即扫描 QR code 或登入 roadshow.hk 玩游戏。浪琴标香港国际赛事12月14日沙田马场，见证王者诞生。